那这个亲友们呢，你有教师节，在口子里面的呢，贴在头上哈，啊，贴在头上哈，不口子里面不允许双的，你们双的我们有些意思，如果两分钟不动的了，我们跟我感情分点了，又跟我感情的自己出来，你有的我都说不过劲的。请我们厂门的值安排不得人，帮我们投资他的女友其实清楚了，女儿人家够了，不能混在一起，不能混在一起。厂门的工作人员什么几个没办法给我，我电话没打得好。不是想解决你们听得吧，两分钟不到我们交给我们不干，这个派出所的来处理。今天呢，我们都到了无锡公安局刑警大队武干派出所的对面支持，不要所有人在厂门扰乱秩序，不到这不听招呼呢，该严肃处理严肃处理。你们亲自进去有这摔在裤子衣上吗？那电视上看的地方，人走的地方，铺的拐，养牛、耍牛的地方，你们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厂门的治安工作人员，你们细心听。现在在厂门举办了47号斗牛，47号斗牛那是来自水塘村一块石门子村，他的本身39号来自金马新堡。本地牛的第三架4号16号拉到通道口做好进场的准备，第4架1号对阵55号，第5架37号、52号。好，请4号、16号两头牛拉到门口去做肉场准备，1号、55号做肉场预备。好，请小牛中呢第一轮获胜的牛主来注视他这边成圈。在拉脚的时候，穿黑色衣服的归为一队，然后其余的另外的做一队，两边的人穿开之后同时拉。他们是中国装饰过的吗？你们可是说啊，那个在他们是中国装饰过的吗？好，我们一岁牛小牛中的牛车过来了，我也对比了，一分钟不到场吗？10分7节出来，10分7节出来。有请我们第一轮获胜的小牛组，所有牛组抓紧时间到我们的主持台左侧进行抽签。十号牛车过来了，好，14号，38号。这两头本地牛啊，47号来自泸西的石滚子，他的对手37号来自泸西的金马。第一轮的比赛，我们淘汰赛啊，我们详细的对阵自我战士就不给大家提供，我口头给大家播报赛牛的信息。再重复一遍，37号来自泸西的石滚子，39号是来自泸西金马。石滚子的话，一些资深的一些老牛迷他们都知道了，在我们石林传统的火把节大交战，曾经有一头来自泸西石滚子的大黄牛啊，拿过很多届的黄牛组的冠军，就是来自石滚子的啊。这头白牛也是来自石滚子啊。好，恭喜两头赛牛，第一轮比赛第一组的拉脚，马上晋级第二轮的打斗。请我们工作人员确认，刚才
他呢又来讲多本之宝，又来把我抢，又来把我抢，大家的心微笑，谁都会上心微笑，蝴蝶说法是笑死，一个是真诚告别了，一个是说难听又难听硬话，还有个是又难听硬话，如果说三十三的门票现在卖不起的，就尽量就别来了，三五十，乘十多块钱，悄悄直播，不难听，不难听。好，接下来这组比赛是幺三幺号接近场。第一轮第三局的比赛。四号赛牛后进场。十三号主动偷袭来了两脚。你看当中都会拍两脚。非常感谢来我们市里面。老表要重新向场内呢实习一好，十二号每天都有一个是严重的青岛青岛这一刻我们组委会颁发一面东方石刻的奖旗，东方站倒地。好，我们十二号同时获得了四五分答应了东方石刻争取颁发奖旗。好的好的，我们再调低一点清晰度啊。五十四号是警察，一号五十四号警察，三十七号、五十二号保佑老板们开车，走走看准备。接下来第一轮第五组的比赛，先进场的是五十八号三七六二，保佑老板们开车，走走看准备。好，接下来第一轮第四组，五十八号先进场。那个吧。这个帽出场的速度加快。好，我们五十四号人是来自我们本村委会三个警察，他的对手一号人来自我们中山小一部。春天今天我们都注意一下。各位牛友，如果你们在看的过程中有卡的现象，刷新一下，你们刷新一下，我们现在已经调低了清晰度了。不想到就在我们十几期了，这个到现在没有时间帮你，今天呢有两个疾病，难过我大家应该看看你们两个安全没有，张远哥来了。必然的挑战，你们承担的挑战，必然的挑战。大个挑战嘛，够积极了。来就好了。一旦正常当中之后，所有的运动除去配合十米之外，五十二号就是来自班诺茶叶的小干板，这头赛牛来自石林班诺茶叶的小干板。出没了，五十二号赛牛，他们的五十二号赛牛来自我们石林班诺茶叶，来自我们石林班诺茶叶。